是这大套，住这么高的楼，还叫我生意是酒便宜，我骗你！欢迎光临。我是不是赌错的地方了？这里就是一块钱让你过足瘾的地方。哎呦妈！你的意思就是说？一块钱就可以洗脚了？哇，太好了！是的，坐这边请。你一块钱就可以洗脚，可以。先生你好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，请使用我们这边的浴服。不用了，零钱我这有。先生，你肯定搞错了，我们这边是按个人重量来收费，一斤一块钱。啊？你的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不是要170多块啊？应该是吧。这城市套路也太深了。